火嘞。我就是那个男孩女司报了废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恋爱婚介所是交费必偿，是专业的是吗？前第一题呢就是要问那个女孩和那个男孩的两位在这个戏里边有那么一下怎么样？好然后难产就一起生的吧，难产就是做父亲，大概可能天下所有的父亲都是这样的。那司凤有没有什么想要回他的？情敌之间关系这么友好的吗？我们就是对对对，好，哎，这场战火没有擦起来。好，那我们下面啊，没事，你说，你说，这得观众去看，对，但是私下关系特别，都是一个大家庭，大家都是合作过好几次，都在，所以大家在一起拍戏的时候都特别的开心，而且我们在现场的时候都很活跃，因为就像一个家，对，还跳舞，对，我还跳舞啊，你片场会来一个吧，都说出来了，没有没有，其实这个真的是因为我们太开心了，因为都。就是大家，而且就是让自己的精神状态会更好一点，所以大家我们都非常熟了，对，所以就每次在片场的时候我们就会特别开开心心来上班，开开心心的下班，对对。那导演你的需求是不是？导演真的会跳，真的，导演你来跳，来咱俩一块跳，三个人的舞蹈，来吧，要不然咱们三个字让导演唱，盛明哥给你唱，哎，盛明哥可以，父亲张脸啊，我是诚毅，在游离当中扮演的是雨司凤，那司凤是一个温柔坚定而有力量的一只小凤凰，嗯，那么他很深情很专一，简单的来概括就是时生时世救赎了自己的爱人，同时也救赎了自己，嗯。其实因为现在是八月嘛，然后很多网友都说一个月换一个男友，然后现在的八月男友呢就不小心轮到了诚毅身上，知道你现在已经有了八月男友这个封号了吗？真的不是的。嗯，不是的。为什么羡慕的眼神？八月你别太羡慕你了。八月张嘉桦没有，那个这个是真不敢当，真的不敢当，只是说我们这个琉璃不是刚刚开始播嘛，就是希望更多的观众去喜爱我们这部戏，那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认可了，这是真的。什么对男孩，什么对对男孩，男孩好，对对对男孩，对对对对，我们也把网友给你的这份喜欢和祝福签收下来好不好？就别太多，对，收着，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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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除了八月男友这个称号以外，网友最近还特别爱叫你琪琪子、琪琪公主。我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公主都来了，那你是什么公主吗？怪谁？就是哦，这是大公主是吧？那就是，那你就明明公主。嗯嗯，嗯，八月男孩。嗯嗯，你导演真的才是真正的八月男孩，因为他、哎、对，因为他拍感情的戏的时候，他心里永远住了一个超级细腻的小男孩，因为他在现场上不够，再温柔一点不够，再甜一点不够，不够不够不够，对对对，他天天说不够，对对对，他才是真正的八月男孩。嗯，但是我们还是想回过头来问一下，就是为什么会有琪琪子、琪琪公主这个称号？你原来叫傅诗琪是吗？就是、这个要不要神秘一点就别说了吗？就不能给我们剧透一下怎么当时就改名成诚毅了？那你得问我妈妈，得问我妈妈和爸爸。嗯，就是其实这个故事真的说蛮长的，真的，我还有好多的名字呢。我妈妈现在又叫我什么？因为我还有个名字就是什么瑶瑶、瑶儿。对，就你妈妈是不是以为你之前生出来之前是个女孩？那没有，这个没有，这个不会的，这什么世纪了？21世纪了，对，这个还是不会有的。就是说，其实取这个名字，因为我的妹妹叫圆圆。嗯，啊，我叫琪琪，就是那个啊，就是诗源嘛，嗯，就是让我们的名字更好听一点，诗情画意一点，就这么由来的。嗯，我生活里挺温润的。嗯嗯，就因为我现在就大家可能看到我的那一面比较活跃，就因为我自己还没有看嘛，是因为我们真的是在家里拍戏，都是几部戏拍下来，因为导演我们都合作几次了，所以在现场我们都是天天开心，就跟特别好吃。对对对，特别讲究吃，吃一定要吃好的。嗯，对，我就是稍微对吃有点喜欢。嗯，对，所以就大家我们在一起拍戏的时候都是非常的愉悦。对，还有华哥也是老做饭。那就天地吧。嗯，天地啊，
就是天地，因为如果是演天地的话，战神就少受点苦。那天地得早出来，是得早出来的嘛，就是早点出来，大家就不用这么。其实也不是浩辰的错，对吗？对，也不是浩辰，也不是白帝的错，因为大家都是所有的事情都是有一个故事的核心的，就没有对对，没有出现对，没有对与错，真的对，没有对与错，只有一念之差。对，就是大家彼此经历那么多，也是一起成长，甜的虐的都有了。那么十一是就是好好的过日子，平平淡淡才是福。我说因为吐血吐的太好，所以可以现场来一个。吐一个。你可以穿这个状态吗？假装的吗？对，停着发你。拿口水吧。反正已经吐了这么多了。停着发。第二次停着发。没事。没事。不是你吐啊，没事。玩儿也有啊，那方面。这整吃完了之后。就给他点个痣。对，那天特别好，我给他配。假吐，不然呢？可以，假吐真言。那得吐口水了。对啊，就是口水。就是，不是对着这个镜头啊。圈套导演，你就不能善待一下人家吗？师傅，别了，师傅，谢谢。